香港呼叫神舟十二号。我是航天员聂海生，我是航天员刘伯明。 我是航天员唐洪波。香港的同学们，你们好！香港的市民们，你们好！我们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乘组，今天和平舱，给你们视频来看。首先，由我们正两航天员带领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太空家园。 大家好，我是神舟十二号乘组航天员刘伯明。首先感谢各位老师、同学、广大香港市民一直以来对我们航天员关心关爱和对我们乘组的关注。由于天命路途遥远，今天又是个特殊的日子，空间站核心舱对全体香港市民。 是一个开放日，那么就由我这个太空导游带领你们一起来参观吧。我们这个核心舱主要是由后端通道、大柱段、小柱段组成，连接货运飞船的都是我们的后端通道。顾名思义，空间很狭小，只能临时存放我们的日常。 必须的工作用品和一些实验用的小型的仪器设备。那么我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 Boming 厅的，也是大柱段的 A 区，主要是我们的实验区。我的右手就是工程院的高危机柜，还有悬浮实验。那么这个柜子可以进入它的喷气。 我手抱这么大的体积，可以悬浮在我们核心舱稳稳的不动。这个地区呢，也就是我们核心舱的最关键的地方，它有四块仪表板组成。这三个显示屏呢，主要是显示我们的空间站运行状态、一些重要的参数，还有一个指令的发送。 最关键的是，我们通过这个大厅，可以收看新闻联播，也可以观看奥运会，也可以跟我们香港市民连线。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们接地操作的遥控两个手柄操作台。再往这边走的 C 区呢，就是我们航天中心完全的自主研制的产品——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再生子系统。 它不光能控制我舱内的总压、氧分压，还能驱除二氧化氮、微量有害气体等，可以保证我们航天员的饮用水和氧气。那么大家可能最感兴趣的，就是我们的地区。这个地区呢，现在宏博在操作的，这就是我们重要的仪表板。 这主要是这个地方呢，是提供充电供电和我们航天员一些实验信息、实验结果的往下传。那么我的左手边呢，就是我们的太平餐厅，餐厅的小桌板可以折叠，上面摆放一些我们即食食品，包括各种调味品，还有一些月饼、饼干、坚果、巧克力。 这主要是我们运动前后能量消耗比较大，叫普通食品。在我的右手呢，就是我们的太空厨房，橱柜摆放我们一周的食品。这个下边呢是微波炉，主要是加热我们的主食、米饭、面条。上面的热烘装置呢，主要是提供加热副食。那么我的右手呢？ 有一个饮水器。
我们华南饮用水主要是在这里来取，下边是一个我们的小型冰箱，这个小型冰箱的作用看着很小，但是作用很大，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这里，我们可以制作酸奶，在太空喝这酸奶非常的爽口，还有我们这里储存的新鲜的苹果，我们舍不得吃，就是为了每一次打开这个抽屉，苹果的芳香可以充塞我们的整个空间站。再往前呢，就是我们31厅1卫的3个紧密相连的卧室，有的是头挨头，有的是面对着面。那么通过这个全窗，我有时还可以看到外面的地球景色。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航天园的训练区。那么这是我们的睡袋，这个睡袋呢是可以在空中漂浮，我们睡眠的时候不分上下左右，但是避免磕碰，相对的有一点点的小固定。这是我们的，这是我的全家福，因为我们乘坐每一名航天员都携带了一张全家福。这是我两次出舱之后创作的一幅小作品，也是我出舱后的感受，是准备给香港小朋友带过去的。现在外面是正好是白天，可以透过我的舷窗看看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现在我们是正好在海面上飞行，大家看得到吧？看得到。再往前走就是连接我们载人飞船的节点舱，也是我们的气闸舱，这里临时存放我们两套飞天舱外服。介绍到这里，我想很多学生对我们的隔音舱有很多问题想要和航天员叔叔交流，那么现在就把时间留给同学们吧。同学们开始提问。什么叫做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就叫做千载难逢的机会。快快快，好，那位同学。谢谢。各位好，我是来自香港大学的马同学。在太空的微重力状态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实验环境，能请你们会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天宫做的太空实验吗？谢谢。好的，我是航天员唐洪波，现在由我来介绍一下这次空间站开展的实验。我们主要开展实重物理、航天医学、人因工程三大类实验，利用宝贵的飞行机会研究失重环境下特殊的物理现象，以及太空飞行对我们航天员身体、心理、操作行为、运动特点的影响，以便于更好地保障人在太空中长期健康工作生活，为人类开辟第二家园做准备。这是我们的实验机柜，叫做人系统柜。大家看，这是老电帽，戴上它我现在就不戴了。通过采集我们的老电信号，可以知道我们工作时大脑的功能状态以及疲劳程度，将来也可以通过它开展脑机交互的研究。这个是测量我们在轨抛力变化的设备，可以测量握力、旋转力等等。我们这里面可是有健康达人了，我们获得的科学数据可以作为航天员和地面高效工作的科学依据。这个是超声探头，
通过这个小东西可以知道我们失重飞行时抗老类的血流变化以及肌肉的萎缩程度和骨密度的变化情况，既可以动态没有创伤的了解我们航天员的健康状况获得的数据，又可以作为地面大众健康的重要借鉴和参考。好，我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好，谢谢您的介绍。来，我们来抓紧时间，谁还想问一个问题？好，在那边一个同学。大家好，我叫梁富奇，来自创知中学。请问你们在太空上能进行锻炼吗？都有哪些项目呢？能不能展示一下呢？谢谢。好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我们在太空不仅能够锻炼，而且也是必须要锻炼，这是一项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在太空处在这个失重状态，脱离了地球重力的束缚，我们在这个舱内啊可以自由的漂浮。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的肌肉会萎缩，骨干会丢失，心血管功能会下降。时间长久以后，这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在轨的工作能力。等返回到地面以后，我们站着的时候会晕厥，下垂无力，腿发软。为此啊，我们的航天专家为我们研制并携带了一套的锻炼设备，这里有太空炮台、太空自行车、太空拉力器、握力器，以及这个呼吸训练这个装备，还有一些像这个企鹅服啊、套带啊、气度加压裤等，这是服装类防护设备。下面呢，我就带领大家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两个主要的锻炼设备。第一个就是在右手边这个太空跑台，我们这个跑台啊，它地面的不一样，地面的跑步机我们站上以后，把电源一接通，菜单一启动，就可以跑步了。但是我们在天上呢，由于失重，必须要把身体束缚在跑台上。第二个，我们这个跑台啊处在这个悬浮状态，它跟舱壁没有刚性的连接，主要就是防止它撞击这个舱的舱壁。我们跑步呢，有这个专门的智能终端来进行控制，由我们的航天专家给我们制定了个性化的锻炼的菜单，速度啊，像这个速度啊，像这个跑步的时间呢，都可以设定。第二个呢，我要介绍的就是太空自行车了。自行车锻炼，通过自行车锻炼，可以提高我们的肌肉力量、有氧耐力和心肺功能。大家看我们这个自行车啊，和地面的自行车不一样，没有这个自行车座，因为是失重状态。但是呢，我们靠这个背部支撑垫来支撑，这样我们就可以骑在上面。再通过专门的自行车的锁鞋，就可以进行锻炼了。我们这个自行车不但可以锻炼下肢力量，也可以锻炼上肢力量，就是这一种手摇自行车。经过这些一系列的锻炼以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些放松的动作，比如可以打一些太极拳呢，放松放松。也可以进行一些拉伸动作。
这个通过这个心电网的锻炼，可以有效地防护失重对我们的影响。所以说呢，我国空间站逐渐的建成，将来我们会带更多的先进的锻炼设备来到太空。好了，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好的，听到现场的掌声哈，咱不仅把自行车骑到太空上去了，咱还把太极拳都打到天上去了。好的，下面一个问题，这位同学，这位同学，三位宇航员，你们好，我叫黄家阳，来自上保罗男女中学。请问你们在太空中喝的水是从哪儿来的？怎么喝水呢？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谢谢。有请。感谢各位同学，这个话题大家都很感兴趣。水乃生命之源，尽管我们航天早已百炼成钢，但仍然是血肉之躯。尤其我们的太空更离不开水，那么水资源在太空主要来自于三部分。第一个是我们上行携带的一少部分的水，仅供我们首次入住的时候前一周的饮用水。接下来我们的防空生保系统启动，我们就会产生再生水。那么再生水是怎么得来的呢？主要有两部分，一是舱内我们收集的冷凝水，第二部分是我们收的尿液，经过尿处理形成的蒸馏水。为给大家介绍更详细，我做了一个 PPT，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就是我们冷凝水收集的过程。我们舱内湿的空气经过冷凝干燥组件以后，冷干的空气经过我们两个象限的上方吹向舱内，那么水汽混合物呢再经过动态的水汽分离器空气排到舱内，然后这冷凝水呢就用我们的水箱收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尿液收集过程，从卫生间收集满一箱尿液之后，我们利用它动态尿液分离的原理产生一箱尿液，然后转移到我们的尿处理子系统，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处理过程产生蒸馏水，然后蒸馏水储存之后和我们刚先前收到的冷凝水一起分别转移到我们的水处理子系统，经过杂质过滤去除离子污染物，然后再去除有机物，最后加以处理产生再生水。那么这个再生水呢在舱内我们主要有三个用途，一是出舱的时候给舱外服补充水，还有一个电解这一部分水产生氧气供我们呼吸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航天的饮用水。那么水资源这么宝贵，对于我这个爱喝功夫茶的航天员来说就显得弥足珍贵，所以说每次很有限的时间内沏一袋功夫茶，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在太空喝着功夫茶的水平。这个水泡呢体积还不能太大，太大了但有的时候就游离了，太小了呢又不够我喝，所以说挤到恰到好处这么大一个球非常的理想。那么现在这个球对我来说正是我合适的，你看看我怎么样让它分离，然后就是我的吸茶。我表演的还可以吧，其实我们旁边就是这样饮水的，希望大家喜欢。好，谢谢您的展示。来，我们就抓紧时间再问一个问题。好，那边那个同学。大家好，我叫王嫣涵，
来自中华基金中学，请问宇航员，出舱后能看到香港吗？太空站外能看到卫星吗？在太空看到的星星和地面一样吗？谢谢。这个问题还是我来回答吧。建造空间站，建成我们自己的国家太空实验室，是科技强国、航天强国引领性工程，几代航天人经过辛勤的汗水，铸就了我飞天的梦想。他们是开拓者、领跑者，也是奋斗者。我们赶上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有幸抓住了这个机遇，我们是幸运者。我们神舟十二号乘组作为空间站建设的第一棒，我们是幸运者。回想两次舱外作业，地球的美丽，这种波澜壮阔的景象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历历在目，就如科幻大片一样。回想当时我和海生在舱外，在地球蓝色背景的映衬下互相拍摄的照片，回想两套飞天舱外服在我们的舱门口珠联璧合，当然最令我难忘的还是打开舱门出舱的那一刻。用漂亮来形容我觉得很不够，这也太漂亮了。远望天边就犹如雨后的彩虹，五彩缤纷。左手是月亮，也是我们地球唯一的卫星，也是我目前看到唯一的卫星。右边是刚刚升起的太阳，没有大气层的庇护，旭日的阳光也变得光芒万丈。当我站上机械臂大范围往工作点转移的过程中，看到脚下的蓝色星球，看到阳光照射下灿烂的太阳翼，犹如一道利剑划破了大西洋，穿过了非洲沙漠，左手领略了地中海的风情，看到了西西里岛，看到了爱心海湾，也看到了黑海、里海。透过舱外服再往下看，看到了叙利亚的烟火，也看到了阿富汗的硝烟。那么很快我们就飞越到了祖国的边疆，看到了新疆天山山脉，看到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的右手看到了喜马拉雅山，然后再往前寻找，通过恒河找到了我们小河弯弯向南流的湘江，美丽的港湾香港，也看到了我们的长江，顺着我的母亲河一直往上找，找到了我们国家的心脏，我们的首都北京。虽然没有见证我们的长城有多长，但是我真实的记录了黄河入海流的那一刻，波涛汹涌，时光总是在繁忙中匆匆而过，很快夜色就降临下来。当时不分上下左右，满天都是星星，想起了小时的儿歌，天上星星亮晶晶。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它会一眨一眨亮晶晶，是因为大气层的折射。当我通过舷窗在舱内看香港和看北京夜景的时候，或舱外看的时候又完全的不一样，想起了湘江那个维多利亚港湾，也看到了香港的繁荣夜景，也看到了北京包罗万象，尤其六环包容了我们整个北京市，见证了我们北京的宽大胸怀，也见证了香港的繁荣，望到脚下的璀璨银河，想起了冬天
猎户的系腰带，也想起了炎炎夏日夜晚，七星北斗照亮了无数迷失方向的人，他们找到了回家的路。当时的宇宙，当时的角散银河给我一个启示，尽管每银河系的每一颗星都那么闪亮，但是他们懂得一个道理，只有相互照耀才能群星闪烁。我非常珍惜那一刻，但是我出舱的时间有限，回到舱内的时间节点已经到来，再也不能推迟。尽管我非常的留恋外太空，非常的占有时间，想看看美丽的地球，其实很想对我们的一线工程人员表达感激之情，很想对我们的伟大祖国多几句赞美之词，但是时间就是那么多，也希望香港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航天队伍中来。中国梦，航天梦，有你有我。谢谢航天员刘伯明，你看看咱们国家航天员千挑万选出来的哈，看看咱们航天员的素质，不仅是航天员，还是诗人，他今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大家听到了吗？好的，神奇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我想三位航天员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要做，我们就不打扰他们了，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三位航天员，谢谢，我们在香港祝你们